神奇宝鼠的智慧，给你一身好装备呀、啊！老大，你为什么这么开心？因为中秋节到了，有很多小朋友吃了月饼不刷牙，就会有很多食物留在牙齿上，我们就有大餐吃喽！哈哈哈！太好了，我最喜欢吃甜食了。听说今年还流行草莓冰淇淋口味的月饼呢。喵喵喵！原来我是在做梦。姐姐，妈妈买了草莓冰淇淋的月饼哎，你看。啊！小朋友吃完月饼记得刷牙哦。小乾坤祝福大家中秋节月圆圆团圆。